逆转脂肪肝，赵涵颖营养师表示，少碰三白食物。脂肪肝危险因子有熬夜、吃过多精致高糖制品、摄取过多脂肪、喝酒等。脂肪肝早已不是肥胖者的专利，每三人就有一人罹患，而且糖尿病的风险也会高于一般人。白饭、面、面包等精致淀粉会让血糖快速升高，长期较高的血糖使胰岛素敏感下降，一旦代谢失调，血脂升高，脂肪代谢异常，自然容易增加脂肪肝发生几率。除了避免食用三白食物，减少食用红肉以降低摄取饱和脂肪，选择植物性蛋白质，多喝水，也要多运动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，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